大家好，我们是 SNH48 Demon 2。今天 MC 的话题是一句话祝福赵月。那我先说了，火车开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Two 的周怡，大家可以叫我岁岁，谢谢。手上都有绑了手环，他细心的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绑上了红绳，是吗？对，他是丢给我的，他丢给你吗？这样，我们还贴了贴纸，老婆团的贴纸，今天都是他老婆，集体恩对，都是我的老婆。对啊，那看来我是被特别对待的那个，因为帮我绑了红绳，也帮我绑了，看他没有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就是赵月，就是之前就是有经常来我跟魏莹的房间玩嘛，然后一起玩。其实我发现，就是他虽然特别的壮，但是其实他内心，哪里？What？ 我还依稀记得，就是之前 NC 的时候，我说我有肌肉，然后非得要跟他比。然后后来我发现，他的肌肉原来可以那么壮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认输了，已经。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继续温柔的对待他，然后保护他的那颗内心里面的小女生的心，谢谢。耶、鬼马精灵，小淘气，超级可爱，小十七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Two 的龚诗琪，大家可以叫我小十七，谢谢大家。赵月的话，其实他来团里，就是我们进来快三年了嘛，然后他也改变了不少。我记得他刚进来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沉默寡言的人，就是不是说，因为不是说说出内心的那些苦恼啊，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说出内心的苦恼了。但是他是平时也不会跟我们开玩笑，刚来的时候就很沉默的一个人。然后但是来久了之后，然后渐渐的感觉。大家就融入了大家，然后也打开了心扉，平时呢也会跟我们一起吵吵闹闹的，然后开玩笑吐槽啊什么的，对，然后觉得非常的好，然后希望他以后也能够这么开心愉快的待在 N2 里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，哪里有甜品哪里就有奶茶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甜蜜的娜娜万丽娜。耶耶，然后一句话祝福赵月的话，其实大家会觉得赵月是那种无所谓或者不在乎的那种性格，但其实他其实很在乎大家。然后像是出通告的时候，他有一次特别好笑，说什么隔壁男团掉了我的老婆团的粉丝，不行，我明天要穿男装过来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该是英雄的时候嘛，该是英雄的时候，出通告的时候，说明赵月很珍惜他每一个粉丝，对，特别是女生粉丝，对，特别特别珍惜。没有，大家都很在乎啦，对，不分性别，不分性别的都在乎，对，对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其实赵月真的很在乎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以后温柔对到他，对待他。耶，对，谢谢大家。耶。一加一等于二，一加二等于一加二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SH48 Team Two 的一加二。耶！一加二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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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大家。今天是赵月的圣诞季，然后完了之后，希望赵月以后不要在我的床上随意暴打我的娃娃了。我这个星期也是在你房间睡的哟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睡的也是你的床哟。佳爱，佳爱，你可以统计一
下到底有多少人睡过你那张床。不是我，我现在比较想统计多睡过家爱的床的人举手。哇，不是我放他们进来的，不是我放他们进来的。现在整个队干净的只有我了，佳爱。真的吗？那我把 我觉得佳爱比较想统计的是有几个人睡过你的蛙声，是不是？大哥，你那么喜欢蛙声，我把它背一直给你。不用不用，不是那个佳爱、啊、就完吧。佳爱啊，还好你今天直接走啊，就是这样子。上次赵月来，你的蛙声直接。啊，我好像还有点事情。赵月，哎呀，今天赵月圣诞季嘛，给他个面子，那我继续说了，然后。就是你知道吗，就是当时哪里有一滩水，结果他直接泼在蛙声身上了。然后你知道赵月还是哦，不是水，是油，油泼在蛙声身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没说完，就是赵月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人的，他马上就去把蛙声洗了，然后洗了之后洗了手洗的手洗的手洗 的没事吧。对，然后把油洗掉之后没有地方晾，就直接蛙声就这样卡在你的那个一楼里面。对，他现在应该是这个状态，卡在你的一楼。赵月好棒，爱你么么哒。鉴于赵月对我这种行为，我觉得对他祝福还是保留到明年我再说吧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陆婷。陆婷，谢谢大家。陆婷，谢谢。今天大家怎么回都没有吃饭，是不是都好虚哦？大哥霸气，大嫂美丽，丽莎 happy， 谢谢大家。恶心。然后今天赵月你知道吗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饭随偶像了。哦，不对，饭随偶像、啊、一些你看，今天撑杆现在这边的粉丝都很不走心，真的。对哦，赵月，赵月会长，然后看到别的成员也是娜娜石青加油，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，很不走心很不走心。然后今天你们态度决定了一切，我今天准备准备什么、赵玉还是很多把柄在我手上的，也就没几件吧。没事，我还是今天还是开开心心的，毕竟赵月今天过生日嘛。是，虽然离你真实的生日大哥也爱你。好，那我今天就算不爆料了，我先祝赵月生日快乐好了。不管是走路抱拳外八字的你，还是吃饭像个乞丐的你，还是下飞行棋时刮噪的你，在我眼里都是很美丽的。很啊，聒噪，聒噪，大哥好啊、怎么回事，你也不走心了吗？这个时候要告诉电视的小朋友们多读点书。对，然后希望就是赵月在新的一年里面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赵月费咱、yeah. 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好啦，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后面的小伙伴啦，一会儿见啦。耶、yeah.补充维生素 C， 每天要吃橙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Man 2的橙子陈文妍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赵月，今天呢就是你的生日公演。 对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呢，在我不要说太多，一句话就行。你在我心目中呢，一直都是一个又温柔又可爱又美丽又善良的小公主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以后也不要暴打我的威尼熊，也不要敲坏我的吉他，然后呢回复我微信的时候可以及时一点，不要拖那么两三天才回复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吉他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是你干的。我绝对没有对你的吉他做任何事情。反正被你爆了一次之后，一颗螺丝就不见了。爆了一次，我为什么要去爆一个吉他？所以你做了什么？没有做什么，你的吉他完好。所以在今天也希望你以后开开心心，然后快高长大。我还要长多大告诉我。就是还不满意，你还想怎样？你想去哪里了？你们只是说你快高长大而已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2的兰兰罗兰。兰兰罗兰，
谢谢，谢谢。罗莫南，你们能一起吗？啊，我知道啊。赵月生日快乐。然后呢？耶，好开心。没有别的想说的吗？我跟你的关系就这样哦。这样，兰姐有手在抖。没有，没有，兰姐，你天天跟月仔在一起，应该有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东西可以爆出来啊。啊，没有啊，其实他最近天天睡17房间啊。兰姐伤心了，赵月。兰姐，那你去了谁的房间？因为我去找他找不到，我去找你也找不到。你们都去哪了？我去了大哥房间。然后赵月生日快乐，希望以后每天能开心。然后还就是一直觉得就是你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人。抱上去。天哪，拍偶像剧哦。尴尬。然后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嘴比较笨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听的话，然后但是我相信你的粉丝们还有都跟我一样爱你。然后直接说我爱你嘛，还是跟我的跟你的粉丝一样爱你，然后直接说我爱你就好了。大家会就是以后还是会好好陪你一直走下去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然后今年的总选加油。哦，谢谢，谢谢兰姐。没想到对了，还有就是我如果那个什么，就是平常就是需要很多，反而就是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要他照顾，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抱歉。没事没事，习惯就好。我已经习惯了被你们弄的，国妹，整个N队都是我的女朋友，一个个照顾的。今天需要吃吗？今天热吗？不，今天我没有红绳。你以为你来晚了？哦，怎么回事？尴尬。小玉，快点。好，我来了。每天都要 smile， 天天都要 happy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小玉。小小。天气不好，有点低气压。今天就是赵月的那种氛围，对不对？对，赵月。说起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咪咪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对不对？然后赵月呢，真的是卖东西给我吧，22块钱的那种鱼豆腐32卖我，5.5块的方便面7块卖我。你说 N 队，我只是想什么？你说 N 队都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在我这儿怎么回事？你是前女友。赵月，你这个渣男。应该是女友的妈妈。女友的妈，能赚一笔赚一笔。丈母娘。丈母娘。是赵月真的对我真的是啊。以后便宜点，给你再少算2块钱。你扔了，看人家红绳都不要，直接扔掉了，你看见没有？不是，那是多出来的，我这绑得紧紧的。赵月帮我绑的。那是你一同不想要了是吗？我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只能是他给我看不下去了吧，自己的红绳给了兰姐，让兰姐成为今天月仔女朋友的一份子。哦，对，那我要这个干嘛？还你。啊，给我吧，我没有发卡。啊，终于有。本来之前我们是兄弟吧，兄弟。等一下，会长你不帮他带上吗？那我是前女友，那我应该不用带了吧？我也取消了。你们都在搞我是吗？然后希望新的一年里面月仔能够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别再对我像前女友一样了好吗？还是对他像丈母娘一样吧。对，那以后像丈母娘一样对待你。好，水水来吧。尊敬他。尊敬。人资本缺少是水，宇宙资本缺少是水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成员姚碧，谢谢大家来看公演。
看看，赶紧擦一擦。除了水还有别的，多么响亮，多么整齐的口。谢谢，别哭。哎，我要哭了。哎，那个我觉得赵越前辈特别帅，因为记得就是前段时间N队前辈不是有男装公演吗？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餐厅看到西的宝宝特别疯狂。宝宝。对，宝宝就看N队的直播，老公娶我。真的特别疯狂，真的特别喜欢你。然后我过去看了一眼，我也很想喊，但是我矜持住了。红神会的红神从哪里批发的？帮我送一批到那个中心来，也帮撒往事。然后对，今天也得到赵越前辈给的红神，所以很开心。我觉得无论是很帅气的赵越前辈，还是穿小裙子的赵越前辈，都很帅气。然后。在不是怎么回事？后面那句是多余的。在你的印象中，言下之意是你穿什么都像男的。不是，没有，我就是，那个祝赵越前辈生日快乐！希望今天赵越前辈生日公演能够开开心心、顺顺利利的举办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Two 的曾艳芬。对。谢谢，哎，有一些根本没在喊，一直就想凑个热闹，是不是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赵越的话，他也是改变了很多。一开始，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赵越，然后但是一直没有跟他说，因为他的女朋友们就是喜欢他的女孩子实在太多了。没关系，你今天说想说什么都说出来。就是那个，有时候我不是你不是那个吗？我哪个？我就碰你一下，然后呢，之前是那个谁嘛，现在是那个谁嘛，然后还有那个谁嘛，反正就都有人，哎，知道就好了。就之前那个谁，然后现在的那个谁，就是都有人，就是吃醋，就让我不。就是那种我碰你，他们就很不高兴。因为你对每个人都对，就是你。然后我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就欲擒故纵吧，就故意不理赵越，就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现。对对对，结果他就是真的就是不理他，也不理我，这样。然后他根本就不 care。好了，然后就是赵越，就是他以前。我也经常吃他豆腐嘛，然后他就是真的豆腐，不是吃身体上的那个，就是占他便宜。结果就是以前他非常抗拒，现在麻木。对，现在有时候来吧，要干嘛来吧，想干什么？收钱摸一下100，上身200，就换着200。3000拍照500元，赵越已经疯了，假的还真的嘞，假的真的，钱放来拿到我这里来。然后现在赵越就是非常的打开自己的心，然后让大家欢迎大家来谢谢芬姐。什么靠近接近，就是做好朋友，做好朋友，好朋友，纯洁的好朋友。然后就觉得希望赵越的改变呢变得越来越好，越来的越已经很好了现在。好，但是还是希望你越来越开心，然后呢希望大家越来越喜欢他。然后今天祝赵越生日快乐，也祝大家今天的公演看得开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长在天上的草是什么草呢？天草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王小佳，天草。感谢大家来看赵越前的生日公演，谢谢大家。天草。王小佳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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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，对，然后就是。赵越前辈，我觉得就是在我眼里有两个形象，第一个就是那种小公主形象，
然后很可爱的那种形象，还有一个就是很帅气的形象。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很鬼畜的视频，就是那个我觉得你说到这里后面可以不用说了，什么来着？很好，就是那个 BGM 是什么来着？哦不，刚刚的，就那个视频，然后我又看了100遍，然后每天东芝一姐的视频是吗？不知道是谁的视频，反正我看了很多遍，然后就觉得其实赵月前辈特别的可爱，然后我每次回老家，不是，那不是赵月前辈，那是郭晶晶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都不知道，认错人了。好的，我认识了一个新的。对，新的，那不是我。好的，就是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，就是有那种小朋友就会在旁边很就是非常开心的讨论小魔仙，然后我就卡不卡？对，然后就不想说话，因为我内心非常的有优越感，因为我都跟你们家的魔剑公主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了，然后就觉得就觉得很有优越感，就这样。然后希望赵月前辈生日快乐，然后今后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身材越来越棒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，谢谢。Every day 发卡卡，每天给你白发卡。大家好，我是 Team One 的李彤。感人的呼声啊，响亮，我即使是在这样沉醉的环境里也要用腐朽的声音喊出李一桐。没有没有，而且还黑了。没有，比一比。哎，差别比了。差不多差不多，半斤八两，算了算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其实我一直觉得赵月有一点暗恋我，真的就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有证据的。就是之前我不是去拍那个校花嘛，然后一直在外面没有回来，然后过了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又回来，然后有一天晚上跟辣宝睡觉的时候，就挺，哎呀，跟辣宝睡觉，就是普通的，就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听到床底下传来那种什么东西在抠纸的声音，就是很像那种爬行类的东西，然后我就担心有老鼠，我说辣宝，我听到床上有东西，然后辣宝说不会把你听错了，然后等一下就听噌一声，看是真的有了，然后我就往底下一看，你知道发现什么吗？不是，我为什么要躲在人家床底？哎呀，不知道是为什么躲人家床底下，就算有也是大哥嘛，怎么可能是赵月？然后那个，我发现了赵月的乌龟，赵月失踪了起码超过两个星期的乌龟，居然在我的床底下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赵月经常来我房间，这样他的乌龟闻着赵月的味儿就过来了，所以我养的是乌龟不是神兽。差不多，所以说既然你的心意我已经能感觉到了，那我也表白一下我的心意吧。奥宝喜欢你，雷死我的充电宝。不要脸，简直。本来今天为了庆祝赵月的生日，打算今天在剧场天台开个鲱鱼罐头庆祝一下，但是因为没有到货，所以只能等下次了。但是大家不要着急，赵月是逃不过的，这是他的圣诞必备节目。如果开了的话，可能这又是一场没有赵月的圣诞节，拿来找杀剧场上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好吓人啊，那边起范儿了，卯足了劲儿就是为了现在。我有点方，我现在去干嘛？算了，不要理他了。扣钱，会长赵月，想变成月亮，一直照亮大家。大家好，赵月也是会长，会长赵。感谢大家，突然之间看到了一片尘海。你赵月快乐，这是啥地方的话？寒花讲，我寒花讲的不错嘞，拐子。李彤，你就敲一个这个，你就不打算做点什么吗？啥？你就不打算做点什么吗？喜欢你，赵月。不行，拿着话筒打不了啊。
5000块。又没有5000块，哪来的5000块？来，我帮你拿话筒。啊，拿话筒？不，没有。这个到时候赵月，好，算了，今天不说。赵月表演 unit 的时候，我就在底下一个人 solo。好，等等你。那还是你 solo 吧，我还是下去了。嗯，首先今天非常感谢，就是天气那么恶劣，然后大家也有点低气压，然后呢，就希望大家能看完这场公演以后，整个心情得到改善，能变得像我们李一桐一样，每天跟个神经病儿童一样就对了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Yeah. Yeah. 大家好，我是 news 孙新闻，谢谢大家来看今天前辈的生日公演。孙新闻，谢谢啊，有女生。刚刚其实我本来想说的，那个是希望前辈可以恢复往日的白皙，可是刚刚你又说你很白，这怎么办呢？给我个台阶下。你正面挺白的。回去请你吃火锅。好呀。放下后面。就是当时在非洲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他背后一点一点一点变黑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基本上都是正面对人的时候，很少背面对人，所以说我每回那个非洲那边一有太阳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这个样子。哦。所以就光晒背后了。然后，还有啥？哦，对，还有啥？然后那时候不是我刚进来的时候，然后参加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，就是费蚌的《魔剑公主》。真的、啊，你也在？对，我也在。我是那个被小怪兽弄到台下的那个，被小怪兽弄到台下，就是然后。最近的对不起，不是，反正我去看了那个电影，好棒，你也很棒，我看不到我，然后哎呀，没有话，天天开心，福禄豆花寿比南山，谢谢大家，耶、yeah. ，啊，这是尴尬的对话呀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N2 的阿 K 邓彦秋飞，阿 K， 不是阿 K 了。拉皮拉在哪儿？首先先祝赵月前辈生日快圣诞快快乐。不要紧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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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慌。然后其次就是，其实说到赵月前辈的话，我有很多话要说。说吧。因为就是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，我发现在我身边的小姑娘最后都会爱上赵月。真的很神奇，就在我入团之前，我身边就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妹子，然后她就是赵月的迷妹，然后天天在我身边说啊，赵月怎么那么好看啊，好漂亮啊，胸好大啊，然后进了团之后，然后也就是刚才水水前辈说的某个六七生。然后他也就是我的室友，哎呀，暴露了，就是我的室友。然后他就天天在我的身边说，老公好帅，老公胸好大。你的室友是谁？啊？对，还有一个对六七有三个人。对他。你们三个当时谁说推我来着？他在后面。他在后面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后面。不是，其实说了那么多，你说你身边的人都是推我，那你呢？你喜欢我吗？喜欢你的胸。因为我怕我说了些什么，我那几个原来除了我的胸以外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抛弃。因为我怕我说了些什么，那几个小伙伴会把我给很害怕。而且，怎么能只喜欢他的这里？赵月身上很多优点，比如大腿很结实，然后胳膊也很结实，而且长得又很可爱，而且，还是这个地方有点好了，不可能。而且就是前两天我看朋友圈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在写了一句话，今天也在想红红。
然后我当时就满头的问号，然后怎么回事，就发现真的是一个魔咒，跟我关系好的小姑娘最后都会爱上赵月。嗯，那只能跟你划清界限了。对，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不喜欢我吗？喜欢，我跟你只是充电宝的关系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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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怎么说呢，多了几个情敌总是不好的，我是吧？卡哥肯定就是想、啊、就是想钓妹子。我没有这个想法，真的，我你随便去套路哪个女孩都可以。那个冉冉给我留着。不好意思，她也是我的。要不然我们就争个你死我活。冉冉给我的每条微博都点赞，给你点了吗？不要以为就只有你有人给你点赞，吴丽蕾蕾也给我点过赞，怎么样？我李蕾蕾，你李蕾蕾，我李蕾蕾，你有蕾蕾，我有娜娜。好了，下一个。我以为、啊、你找我教了这么多舞，你还说喜欢冉冉。来，这个定情信物给你。你微博还没有关注我。对对，高冷的前辈。知道吗？我为了让你关注我，还特地取关了你，重新关注一次。好的，我现在就下去用手机微博关注新闻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，今天大家开心的欣赏公演，希望我们有关注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